非要经常养，大小不缺氧。欢迎收看由宇宙养肺老字号京东念慈庵独家冠名的脱口秀大会。大家好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仓叔，我是子浩啊。啊，对了，这期的主题是我要这焦虑有何用？其实是真的没什么用。你看，喂，不要我要啊！你要啊？这里还有呢。喂，不行，太多了，太多了是吧？太焦虑了我。那你丢掉一点不就行了？哇，果然轻松多了，真的是。你不要剪不就行了？我都说没有用了。那今天我们说一下焦虑这个话题。其实我觉得职场上就特别焦虑，特别是面试的时候。我们今天就要演一下，我是面试官，你是面试的人，我们来演一下。好。冰崩，你这个是什么来的？冰崩，是电动门啊。猜猜我是谁？怎么猜猜我是谁、啊？我是子浩。我才是子浩啊！说好了这是电动门的嘛。哦。哎呀，不行，什么电动门呢、啊？你以为是便利店呢、啊？你敲门进来就行了。哦。搞搞，请进。你好，哪有这么小的门啊？也没有这么大的门，你直接进来行？不要踢烂我的门，你出去不要这么粗鲁，行不行？不让你踢门，你也不能炸门啊！你正常的敲门进来就可以了。哦，搞搞，请进。经理你好啊，你们公司怎么这么多门呢、啊？我也是来面试，后面还有门呢。后面好像没那么多门。你也知道后面没有门了吧？就一扇门好不好？你敲门进来就行了。哦，一扇门。搞搞，请进。哟！怎么会跟你这么熟？你是来面试的，怎么会跟你这么熟？你不要亲我，你不要亲我，你正常敲门进来就行了。哦，搞搞，请进。啊！我会没穿衣服吗？我怎么会没穿衣服？搞清楚状况好不好？我穿了衣服了。有穿。对。哦，搞搞，请进。你睁开，闭上眼睛干嘛？你睁开眼睛，我有穿衣服，你看一下，我是不是穿了？你看一下，你也是狼人对吧？我们今晚要杀谁？什么要杀谁？你们在玩狼人杀吗？哦，要不杀掉你，然后明天晚上我装成预言家怎么样？不玩狼人杀，你是来面试的。哦，面试啊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搞搞，请进。哎，你好。啊、你是？我是预言家，我昨晚见了张绍刚老师，他是狼人。没想到你居然隐藏这么深，来，今晚我们一起把他偷出去。谁跟你玩狼人啊？你来面试的啊？搞搞，请进。你好啊，来请坐吧。你这是坐在马桶上吗？我办公室怎么会有马桶？你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你冲什么水啊？你坐在椅子上就可以了。就没有椅子啊？我叫你坐你就坐啊，也没让你这么坐。你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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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！我真受不了你，先换一下。我是面试人，你是面试官，我来示范一下。哦，行。搞搞，请进。哎，欢迎光临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你这么热情干嘛？你以为你是服务员啊？哦，对不起啊，经理，下次不会了。什么经理？你要演面试官？哦，面试官。搞搞，请进。哎，你好，你想进我们公司对吧？啊，对啊。没问题，一位是吧？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怎么还是服务员？哎、你想点点什么工作？我们这里有狼人、医生，还有预言家。我要面试官。厨房，厨房，面试官还有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没有面试官了，要不试试狼人什么？我真的不想玩狼人杀，你面试我行不行？你面试我？对不起啊，我重新来好了。哎，算了，不要不要，直接跳过这个环节了。现在你是面试官，你来问我一点问题，我来回答。行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那么我现在问你一个很严肃问题。好。你只有答对了，我们公司才能录用你。好。那么首先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仓叔。答对了。我怎么可能答错？这是我的名字来的好不好？你够了你。谢谢大家。